那不是什么了？俺们等着，俺们说的讲等着，给不起来的爹妈买走。俺们等着，那湖南些些些，俺们等着，苗生的那些买。我就说俺们，他都在么买着，俺们等着买。俺们爸爸这边买，俺们等着，但是等着爱好买的够。那学员俺们等着，那吃不完买的肉，熬汤么买的现在肉，给不能做断了。因为不，问题现在不是什么了？现在我跟说，因为俺们等着还有人才培训课程。俺们说培训哎，而且成了走那的，俺们等着买的摸摸呀。这个是算是我们比较重要的。以前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狩猎嘛，这算是男生一定需要的东西。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做，所以觉得很陌生。但是因为越陌生的东西哈，学起来就是很有动力了。而且呢，基本的走，因为在现在说，那些真正的走啊，都那么等着，很多点等着，哈巴劲嘛就走嘛。啊，等下基本也那么就走嘛。我那些等着，低头在现在，你可丢点油。那因为在现在说，一点啥，等下专门等着，就丢那现在点油些，点油呢，等下表个啥去，因为他表那些点油。我就是我买着专门等着，希望别那么等着，得着一毛买着专门等着，好些呢。以前是拿来打猎用的啦，它其实有两种啦。现在做的比较小，是装一般的猎物啦。整个制作过程当然是要有足够的苎麻才可以，其他的纤维以后就开始可以搓成绳子，开始在编了。竹子跟那个木头要勾，因为要勾住那个做的成品啊，做完以后，它其实还要放重物来吊起来，让它每一个结都会扎实啊。因为我们邹族是狩猎的民族，在传统上，这个算是也是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物件啊，然后一方面是要把这个技艺去教给他们。这次课程主要是也是把他们当作种子教师去培训，然后把这一项技艺传承下去，然后之后再慢慢做文化推广这样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提到是给不得先走啊，多那走，我们等一下走了去，我们等一下走，走了那我们等一下横在地塔。我说买一张，你稍微些是买一杯，我说莫能是我们等一下登陆成功，我们等一下现在原住民文化资产，特别来一面在等你快点走，我们等一下等了湖南去建在走美学馆，一面在现在我国所有很把全部买一张。我只是我买只鸡脖，他来别那么等着，阿生个只希望那现在没得咋多，阿爸不就能便宜。